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，我是外叔。拳王口味最重的开箱来了，哇哦，这么多小强！哎，注意看，这里怎么有一只白色的小强？我们拿出来看看。看，这就是那只白色的蟑螂。这蟑螂怎么会是白色的呢？难道是得了白化病？它的身上软绵绵的，看它的翅膀还没有完全展开。其实它应该是刚蜕完皮，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可爱？再看这一堆黑不拉几的丑八怪，真的是一百遮百丑。一个蟑螂壳，又发现一只白色的。哎，不对劲，这只怎么残废了？屁股都被咬掉了。背上也被咬出了一个洞，我的天哪，这小家伙太可怜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养活。这群坏家伙连同类都吃，太可恶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这只白蟑螂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看它会不会发生变化。注意看，伴随着一阵阵抽动，这只白蟑螂的翅膀也开始慢慢展开。看，现在已经完全展开了，接下来是慢慢硬化和变黑的过程。其实它头上已经有点发黑了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，这还是之前的白蟑螂吗？一个晚上的时间变得这么黑了，外壳也变硬了，简直太神奇了。赶快给这只蟑螂点个赞，鼓励一下吧！接下来它还会有一大波表演等着大家来看呢。